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肖战，我是王一博。说实话，其实对之前对肖战老师没有那么多的了解，然后但是我知道他们的组合是 X9 少年团，然后在进剧组前知道了肖战老师是 X 少年团的，然后才回想到啊，那一期他们有来过《天天向上》，然后在接触了之后呢，然后发现肖老师的戏特别棒，特别好啊，肖老师的泪腺啊，就是像一个开关一样，一开就啪，一关就收，特别棒。其实很早就知道王一博老师了。就是实话，真的就是参加天天向上的时候，中间他们有一个尬舞的环节 battle， 然后我们团呢其实是也有跳舞特别厉害的男生，听到王一博的老师的名字就是闻风丧胆，就说王一博怎么可能跳得赢他，结果我就说真的还好，我发誓这个原话，但是我就说还好吧，我说我相信你比他跳得好，结果一到 battle 的时候我就发现王一博老师真的跳得好，结果这一次跟王一博老师合作拍戏之后，我才发现王一博老师不仅跳舞好，演戏也特别棒。然后那个，因为蓝忘机的台词不是很多，他都是那种眼神，然后跟细微的表情，然后觉得说哇，王一博老师真的很厉害。然后一个97年的小朋友可以把握人物到这个程度，其实我是觉得挺厉害的了，真的。我们俩其实还好吧，啊，对，没有什么差，估计是我太心态太年轻了，然后我心态太老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综合了一下是吧？是我心态太老了，这个意思。我没有说，我说我太年轻了，你就挺好的，共同话题啊，对，电影游戏，然后他有时候会给我灌输一下他的大摩托，但是我，哎，你不是心动了吗？对，你是不是有点心动？有一点，我就是想杀青之后回北京，有时间的话可能去试一下，挺热血的感觉。你先。有一个点就是，我发现肖老师对眼睛的保护特别的好。哇哦哇哦！就是他会准备各种各式各样各个国家的，改各个国家的眼药水，有红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绿的，然后这个是怎么样的？这个能去红血丝啊，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人工眼泪，就对眼睛保护特别好。可能肖老师会眼睛比较干的原因吧？没有，其实是因为拍古装戏，其实就跟现代剧不太一样，是他那个古风很喜欢吹古风机，然后古风机都伴随沙尘啊、叶子啊，其实拍完每一条眼睛都非常难受。然后他最近也是，就是眼睛也经常难受，然后就会给他点一下，就会好缓解一下。王一博老师是我见到，虽然我也没见多少人，但是就是我目前见到最喜欢用自己表情包的男艺人之一。哪有？哇，你当时101给我发好多101的表情包。不是那种搞笑的，是帅的。然后当时，哇哦，王老师，这哎，就是你看这个表情不错，我可以推荐给你用，然后安利你一下。你把你自己的表情包推荐给我。对，我们两个互传的肯定就互损的肯定都不是对方，都不是对方好，就是帅的好看的，肯定都是想要删除的黑历史。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。其实我们每天打打闹闹还挺欢乐。对啊，我记得上次就是我们在拍那个庙，观音庙的时候，然后不是很热吗？然后我们要接空调那个管子，空调管子，然后就拍一场戏之后，然后大家所有人围在那个空调管子里面，然后把头塞进去，头塞到管整个空调管子里面去，就是去降暑降热。反正就打呗，见人就打，也没有见人就打吧。好，夸张了，夸张了。对，他反正就喜欢打我就对了，而且打得理所当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其实就是那种开玩笑嘛，反正就打过去打过来，挺好玩的。闻风丧胆啊，没那么厉害。好像他自己闻风丧胆比较多吧，看见小虫子什么就大概这么大。哎。
师生尖叫。哇哦，有师生尖叫吗？你有没有？你自己知道哦。可能然后尖叫跑。没有尖叫，绝对有。没有，要看什么样。你那天抓的那个就很恶心。那天那个只是一个蚂蚱而已，下次我捉一个好玩的给你。可以吧？你有什么？我有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文战，你看啊，转笔是吧？转笔。那我就很简单了呀，就是会阴会用。又是我先，我刚才已经先了干净了。我的话就是你们一定要看就对了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阿令冲呀！阿令冲啊！蓝湛你好棒啊！